北京市，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，二级巡视员黄少华被开。啊，有二级巡视员黄少华，所以说给人给起个外号叫黄二。黄二这个人好像特别招人恨，现在很多人都在骂他啊。就是随便封人号吧，搞舆论战的吧。经查，黄少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啊，收受礼物啊，搞有偿中介，搞钱色交易，为他人删除网络信息，免于处罚，提供帮助啊，那搞这个的，所以说很恨这个人，给他起的外号叫黄二。对他的这个议论越来越多，现在。关键词叫做"黄少华腐败团伙"，但是这个词从哪来的我也找不到。